给你们看啊，这个呢就是胡志明的交通了哦，它的摩托呢是非常非常的多的啊。那我现在呢把这个电话呢贴在我的这个胸口这边啊，让你们有一个这个 first person view 的这个感觉啦。好啊，你看超多摩托的嘞，而且哇乱来的。我现在我一只手骑着这个骑摩托，我觉得哇很不方便嘞，啊，需要十分专注，哇不让的嘞，哇，哎，哇，它这边的哦，它的交通哦非常非常的堵塞哦，但是他们很神奇的就是说他们不会撞的嘞，哦。他们还能够穿梭自如的，这个是我非常非常佩服这边的这个驾驶员的地方了啊。我现在呢是来到了一个大张生啊，你看这边的红绿灯哦，超多个的哦。我觉得哦，我只要躲在这个摩托群里面，跟着他们一起走呢，我就应该是不会有事了啦啊。哇，你看，好壮观哦。通通全部都是摩托，其实还蛮爽的，骑在这种车笼里面，你看它的摩托夸不夸张？哦，超多的嘞，在越南哦，据说他们的摩托的数量哦是多过他们的这个人口的。哦，好夸张哦！这里呢，应该是这个胡志明的这个市中心啦。那我今天晚上呢，是在这个市区这里呢，是住了一间这个民宿啦。好，那我刚刚一路骑过来的时候呢，原本是有想要去买电话卡的，但是哦，我在电话店买的时候哦，我问了两间呐，一间他卖我那张卡，就是单单那个SIM卡罢了哦。他要卖我200千呢，然后另外一间呢还要卖我250千哦，这两间哦都是砍人的价钱了，因为我在进来越南之前呢，我已经是问了我的朋友这个一张新卡的价钱大概是多少了，他是跟我说60千就可以买得到了啦，如果超过60千呢就是被砍了哦，所以我还在想着我要不要买新卡，因为我发现到在越南呢，它其实有很多这个 free wifi 的，它的这些小小的档口啊基本上随便一个档口、哦、都是可以有 free wifi 的，所以好像没有什么需要到 SIM 卡了、哦、我在考虑着了。我现在呢是来到了他们的这个交通圈这里了、哦、这个哦跟着这些摩托一起过就对了啊，哇，哎，蛮轻松的，没有我想象的那么恐怖。我记得我6年前来的时候、哦、我在这个交通圈前面这边、哦、我停了很久、哦、我都不敢过了、啊、我现在呢已经是抵达了我的民宿了、啊、它是叫做 Sky House Hostel 了、啊、就是这一栋了，它应该是一间住家来的了、啊，那我呢就把我的灰姑娘呢是绑在这里了，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事情了哦，这个是一个小楼笼，应该是不会有人进来了。 OK， 那我现在呢要先去 check in 了，这间呢就是我今晚住的民宿了、哦、它真的是、啊、一间人家的家来的了，它是把它来改造成这个青旅了，那这个就是我今晚的床位了，一个床位的价格呢大概是20块马币左右了、哦、那在后面这里呢就是它的冲凉房了、嗯、给你们去看一下、哦、那边是这个挂衣服的地方、啊、冲凉房呢是有两间啦、哎、好，那我现在要先去休息一下，等下呢就要到街上去走走了。